不对呀、啊，今天不用上班啊，休假第一天，睡回笼觉。早安，休假快乐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这不是怕你看不到我不习惯吗？咱们恋爱教学呀、啊，今天先暂停一下。顾老师今天是来教你怎么放松的。放松就不用你教了吧？那是谁闹铃一响就睡不着了啊？有大把时间却不知道该干什么，反而更焦虑。我不焦虑。你不焦虑？你，我跟你说啊，休假就应该想做什么做什么啊，漫无目的的享受生活。比如啊，看电视啊，晒晒太阳多好，是不是？不能让自己闲着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哎呀，我没睡饱呢，你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行不行啊？我可以清静，我也可以陪你疯狂。不用你陪我疯狂啊，我自己就挺疯狂的。哎，你不疯狂哎呀，你快点回去补觉吧啊，挺早的，大早上七点。我睡挺好。啊，你睡挺好的，行了行了，好了，晚安。哎，拜拜。哎。无氧运动快速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，这种快乐激素让人远离坏情绪，减少焦虑感。好，加油，还有两次，加油加油，非常好，来歇会儿。来，我们再来一组，来，加油，好，来，起。徒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融入自然，让精神获得真正的放松。远离城市的喧嚣，融入大自然的怀抱，让精神彻底的放松。怎么跟我想的一模一样？Oh my god， 仙女，很开心在这里与你邂逅。请问，我可以要你的电话号码吗？正念冥想，给大脑放个假，让自己从繁杂俗务中解放出来，通向内心的平和。